我是李春华。首先热烈祝贺全民 K 歌月光下的凤尾竹2022中缅抖音挑战赛圆满顺利的举办。说起月光下的凤尾竹这个作品啊，咱们演奏葫芦丝的人都绕不开，也正因为这首作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葫芦丝爱好者和演奏者。这首作品看似简单，但要想演奏好确实不容易。今天咱们德宏州委宣传部主办了这一次全民 K 歌月光下的凤尾竹2022中缅抖音挑战赛，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会把葫芦丝艺术带得更高，也通过这次活动能够给各位丝友们有一个展示和展演自我风采的平台和机会。在这里我作为葫芦丝人特别特别的感谢咱们德宏州委宣传部所做的这次活动，也希望更多的葫芦丝友们积极踊跃的报名参与这次抖音的挑战赛。谢谢。